淨係香港佢都爭我哋集團成億幾嘅，咁連埋內地咧就起碼都三億，咁我而家都係得翻三萬員工，每一個員工俾佢攞咗一萬啊，對於員工嚟講都唔係少嘢，唔要你寫字就係要你繼續起樓，要你完成部分國家認為你需要完成的責任，必須完成的責任。至於那些欠我們的錢，真的凍過水，我認為。